奢礼大道。谢谢您，再见。再见。怎么回事啊？哎，真倒霉。嗯，我的箱子。光头强去龙猫警长那儿，熊大去帮鸽子医生，就俺来好好照顾你们俩。不好了，出大事了。怎么了，光头强？龙猫警长说最近出现了好多起失窃案。是大盗铃铛，报纸上说他每次作案都会留下一个铃铛。为啥不留蜂蜜呢？啊，帮帮团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有人遇到困难了，他需要我们的帮助。帮帮团出发。帮帮团，我的货物不见了。别着急，慢慢说。上午我去球球爷爷那儿进货，回来路上车胎扎了，就检查车胎的功夫，货就不见了。啊，扎了这么大的洞，一定是有人故意搞破坏。啊？这个是大盗铃铛。完了完了，落在大盗铃铛手里肯定拿不回来了。哎呀，别担心侯大叔，俺们一定帮你找回来，还要抓住大盗铃铛。没错，我们开始吧。闻一闻，线索就找到。发财了。嗯，帮帮团敢来我的地盘，那就陪你们玩玩。这是啥？就这点本事啊。嗯，把俺累坏了。嗯，好险呀。这是大盗的陷阱，他一定在附近。在附近？俺啥都没闻到。嗯，铃铛声是从那边传过来的。快。嗯，帮帮团这么久还没回来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啊！哈哈，这回让你们全军覆没！哼！哎，啊，是从哪儿传来的呢？哎，你们快看！是大盗铃铛，慢一点，小心有陷阱。哎，你们看，我们上！呀，大盗铃铛，看我来跑！哎，稻草人，明明看到有人跑过来呀。这个箱子的标签好漂亮呀，跟宝石一样。这个箱子的标签为什么是宝石呢？上钩了。光头强，啊啊，小心啊，这可能是个陷阱。帮帮团，
可找到你们了。我的货。庞大叔，小心。终于找到了。团子，团子，光头强，你就是大盗铃铛。没错，就是我。俺一定要抓住你。来呀，来呀！熊二，别追啊，熊二。石头，哼，居然用假的骗我。这是你货箱上的标签。对，这就是货箱上的标签，里面应该都是牙刷的。里面是牙刷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这款钻石牌牙刷销量最好，就这款，给我来一箱。好，稍等。给你的钻石牌牙刷打包好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大盗一定以为自己偷的是宝石。站住！别跑！你跑得太慢了，俺一定会抓住你的。别跑！有本事你就过来呀！竟然躲开了，还挺机灵的嘛！快来抓我呀！团子，光头强，熊二，哼，帮手来了。熊二，你们可算来了！大盗刚跑，俺们得快点去抓他。等一下，熊二，你看，又是陷阱！别慌，熊二。是弹簧陷阱，你们看，这么多陷阱呀，这可咋办呢？让我想想，有办法了，大盗那么喜欢宝石，我们就多送给他一些。什么东西在发光啊？宝石，大盗铃铛，哼，乖乖的，快把宝石交出来。既然你喜欢，那我和你换。换？手下败将还敢提条件？你那几只牙刷，我还不想要呢。啊？牙刷？你不知道吗？别想骗我。快把宝石交出来！来呀！来呀来呀！你给我站住！好险啊！怎么，飞不动了？大家准备！你那么想要，给你吧！哈哈，帮帮团，行动！看俺爹！凭你们是抓不住我的，再见了！哈哈，你们抓不到我的。阿瓦哈达，变变变！怎么这么滑呀？看我的百变枪！总算抓到大盗铃铛了，谢谢你们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帮帮团，真是谢谢你们。别得意了，要不是我不小心，我早就拿着宝石跑了。宝石？那都是我用魔法变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宝石！